那音乐怎么停呢？一个是吃好吃的锅贴，那两个里面包的是极辣锅贴。可是如果咬下去，你就会看到好吃的锅贴里面没辣椒，这样子不就？那你一口下去，你就要一口，你不要让对方看到啊。哦，或者是放番茄啊，或者红椒之类的。对对对对，你们一旦被我们猜中了，谁吃到正常的，那这一道不好意思，刚披戴上皇冠的这个炖饭就我们吃了。老大老三，不要欺负老爸啊。不是，我不能第一次来只吃到黄连跟辣锅贴吧，什么都没吃到。好啦，你们再先看谁？林德熙。Yes。 哇，一口一口，哎呦，什么意思？这个好像撑起来了，快点叫救护车！突然撑起来，赶快叫救护车！我的，还有生命危险，他的演艺工作才刚开始，他才入行没有多久。什么意思？好，下一位，来下一位，我要看谁？康仁，康仁，吴康仁，啰嗦，好期待哦！恨死你！好期待影帝的演技哦！下次不知道几年才会来。不要这样。嗯，那音乐怎么停呢？就喜欢音乐，音乐继续。所以在后面这里。谢谢谢谢，这你的哦，谢谢。好，吃完了。罗宇轩，罗小轩。哎呦，我差点飞出去。我适合跳。嗯。好硬哦。对啊，下次可不可以请制作单位弄热的过来？觉得谁吃到正常的？我觉得我们家老大，我也觉得啊，你觉得康仁吃到正常的？我反而觉得林哲熙，我反而觉得林哲熙吃到正常的，因为他第一个吃，他不知道辣辣到什么程度，嗯，所以他一直在找那个辣的感觉。哦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我觉得卓文萱应该是吃到的。啊，你们俩猜拳，好，你不用猜拳啊，敬老尊贤。我们要，你知道有人帮他下来，终于。终于没出生，迟来的正义啊，迟来的正义，迟来的正义，快点，一二三，猜拳，迟来的正义，一二三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你要先说谁？我们要泽西，泽西是不是？嗯，确定哦，确定。好，来，请。小宋，你是不是不怕辣？我怕。你怕？不辣啊。Oh, 我是觉得有点咸咸的、啊，就咸咸的，对不对？还是你要试另外一个看看，你就知道落差在哪里。对，你要知道落差，不是我们不用吃，他去吃试，因为他吃到不辣的。对对对对。啊！你吃辣，要不要考虑换主持人？哎呀！我帮你吃，还要换主持人？说换别人来，然后来吃。这是辣的吗？你能不能吃辣？最主要有些人能吃辣，不能这样讲啊。这是辣的，对不对？知道了。我的是不辣的，他吃对了。你们猜对了，猜对了。答案是什么？你被猜出来了。我被猜出来了，可是我怎么觉得我有点辣？你吃他们一小口就算了，可以忍。为什么他会？那还好，没。其实我刚刚也有错觉，我觉得我的好像有点辣。我的怎么感觉有点辣？你试试看这个，看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也不辣？这什么叫做辣？嗯，没有。是不是真的辣？周秘密，我想，陈哥猜对，他还感动到哭了。你看，哇，一三嘛，他们有解辣的，有解辣的，有解辣的，有还要喝哦。那这是什么？我今天就走这个吧。杨葡萄啊，黄连柠檬，黄连柠檬，黄连柠檬，黄连啊，对，杨哥。来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就你吃。欢迎哇！怎么吃？怎么吃？怎么吃？就自由吃就好。可不可以多吃？你看，少一份嘛，这个。像是很漂亮，给厨师弄一个。对，准备。哦，这青酱没有像往常吃那么的呛。嗯。
哎，没有，看你加橙汁，我们还吃不出有橙汁的味道，吃不出来。因为这个橙汁加进去，只是让它压那个豆腥味，因为很多人不喜欢豌豆，是因为它有这个豆腥味。完全没有橙汁的味道，吃不出来，完全没有橙汁味道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不好意思，没吃到就没有，他大出幻觉了。就是那个，我知道了，清口腔。对，因为这道菜是 A5 和牛。武汉人蛮会吃辣的，其实，是吧？好吃，掌声鼓励。这个好，谢谢，好吃。哎呀，好可惜。